我先讲一下收掉哦。来，我们这个是身心，它会收掉精英球球吗？我们看一下，我们让它单杀一下，我们让它单杀一下。哦，可是它是辅助，它也没法单杀啊。哦，晕倒了我。对啊，但是辅助它也没法单杀啊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我觉得我自己毁了。哎，他辅助他怎么单杀啊？哦，好烦哦！而且我怎么莫名其妙赢的啊？等一下，我怎么赢的啦？我真的觉得我不管了啦！我就是要看他收掉了。来，火球球收掉精英怪，这个应该是精英怪吧？大家看到了哦，精英怪被我们收掉了。他攻击力够高，但是看你身心球的攻击力为什么这么低啊？我也是看不懂。上次讲到了那边。我刚才那边主要是看收掉，看收掉，然后因为他不能球球 PK 球球啦，所以其实很难讲，我只能这样跟你们说啦，因为，对啊，那他应该是普通怪吧，应该是啊，应该是紫色的，我感觉这是红球球。上集讲到，应该变狂了吧？因为天气没问题，今天天气。最近有出成就吗？对吧？总觉得我们还要再讲个东西，怎么办？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觉醒剂要不要？这是我一个目标啦，我觉得可以啦。啊，真的假的啊？今晚有天赋啊？哎，那可以哦。哼哼，我又捡到枪了。我们又抓到新题材了，好开心啊！